泰国清迈动物园传来让许多熊猫迷难过的消息，雌性大熊猫林慧今天凌晨不幸去世。清迈动物园发布公告称，林慧昨天首次出现异常症状，并接受了仔细检查。管理员还在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专家指导下为林慧治疗，但是这只21岁的熊猫最终还是抢救无效离世。有网友昨天在动物园直播时，发现熊猫鼻部出血，颈部有血迹，立即通报了管理员。中泰双方专家将尽快就熊猫的死因展开联合调查，全力做好善后工作。林慧生于2001年9月，在2003年10月抵达清迈。旅泰20年来，林慧深受民众喜爱，受到细心照料和百般宠爱，成为中泰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使者。